舒适圈里的规则放假，我的快乐完美的假设，我已不可负责。艾薇推出首张个人专辑《爱》，其中《温室狂花》这首歌的 MV 取到了大草原取景，但绚烂的造景竟被大风打乱，让艾薇直呼好疯狂。这个降落伞刚才站在里面还蛮不稳的，因为原本这个地就已经很不稳，然后就加上那个东西飘来飘去，然后又有很多绳子。就是这个太强，没事没事，我们要熬到副歌，副歌对嘴。因为那个风很不定，因为要吹它才会大，就是那个降落伞才会开，可是它会逆风，就会整个把我盖着。我很挣扎的，不要，真的是温室狂欢，但很新鲜，就是很好玩。即使 MV 拍摄了24小时，艾薇仍然全力以赴，活力满满，边拍边唱，感染了全场。就感觉就是那个花被关在一个温室里面，然后想要逃出来。然后刚才在那个玻璃里面的时候，其实除了就是 physical 就是脚很痛以外，就是整个感觉就是封闭的状况，然后很压抑，很有点小慌张，就是感觉好像如果我太大力呼吸会没有空气这样子，然后好像怎样喊怎样敲都敲不出来的那个状况。很累，真的很想睡觉。我今天早上4点就起床了呀，然后刚才那个红色的那个灯，不是灯啊，我已经累到。那个红色的那个烟的时候就有点呛，然后呼吸道就有点辛苦，但是就忍啊忍忍忍忍忍到导演讲看，而且 OK， 然后就疯狂咳，然后一直喝水，然后现在再吃一个辣汤来给他舒缓一下。艾薇小小的身体却有着大大的能量，用心拍摄的成果，相信粉丝们一定会喜欢啦。哇、哦，漂亮，好像下雪，有点不舍得，要拍完了。但真的很累，我家是这眼睛都睁不开的啊！对，我觉得会很好看，我相信我的所有导演一定很好看，大家敬请期待吧！温室狂欢，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力量。